好，我是宝元数控集团的代表。今天很高兴就是可以代表集团这边，就是跟各位就是来参加 Tintos 的各位访客介绍宝元数控集团。其实一开始其实是做控制器起家，那我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可以分成就是车洗，然后滑轨机器人，然后关节机器人，还有很其他相关的就是云端系统，其实都是我们的产品。那今天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带到就是我们这边有做了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其实是我们的控制器能够就是与我们的这个机械手臂做雷射的这个焊接应用。好，那它这个其实是跟着 IPG 就是德国的这个雷射源的大厂一起做这样子的展示。里面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机器手臂的应用，也有应用在抛光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产业当中，不管是玻璃的抛光，好，或者是可能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塑胶也好，可能一些相关的金属也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DXF 的图档加工，就是如果遇到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图形的时候，好，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汇入这样子一个 DXF 的图档，不用直接在控制器上面就是另外就是在画这样子一个复杂的这个图形，让我们的客人就是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器，可以达到就是很方便，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汇入图档，然后直接进行这样子的加工。谢谢。